大爷，我们是冤枉的，我们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我们也不敢冒犯你们呢。我们是做豆腐的小生意的，我们实在交不出一天一两银子的租金。妈呀！刚穷，今天多加你们三天的租金，一共是五两银子，拿来。再不交租金，你们就休想在菜市场里面做生意。 站住！你们想走可以，不过要等大爷的高兴。大爷要问你们的话，豆腐怎么做的？ 做豆腐真辛苦，半夜起来磨，磨完还要煮，加上这些膏才能熬豆腐。那豆腐还能做些什么菜？
说红烧豆腐，咦，麻婆豆腐，嗯，香豆腐，油豆腐，皮蛋拌豆腐，菠萝，臭不干，臭豆腐，凉拌豆腐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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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凑足五两银子给潘二爷的话呀！我们就甭想在菜市场里做生意了。我们要赶快想办法呀！哎，我有办法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快说呀！被你这一打，我的办法都飞掉了啊！你。 哇！太好了！哎，大哥，被你这么一打，我倒想出个办法来啊！有什么好办法啊？你看，我们受伤成这个样子，别人一定会同情我们。我们可以去当乞丐，讨足这五两银子。当乞丐，讨银子。 哎，大哥，你看，走，快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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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九品，你们几个脓包，也想躲九龙令？滚！走走走走！好神气哦，好温润啊，好功夫啊！如果我们能练成一身好功夫的话，就不怕别人找我麻烦了。大哥，娘不是留下了一本魔法秘籍吗？ 缺手，这我们的功夫练不成了呀！练不成，那我们就活不了了。不全总比不练好啊！哎，大哥。
手我们就不伸手，没头我们就低头啊。嗯，那这第一张没有脚的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跪下来。这第一张图啊，就是第一招，就叫做一拜天地，二见倾心，三长两短，四脚朝天，五指乱抓，六神无主，七丈八下，八面威风，宽限几天，最近生意不好，我实在没有钱。妈的，生意好不好是你的事儿，不交租金叫我们吃什么？雄心豹子胆，上次租金还没有交，现在敢叫我们放人？你是干什么？放你的头！放！行了，起来！第一招，一拜天地！呀！站住！站住！二进清心，妈的，这是什么功夫啊？好像有病症啊！什么呀？三长两短，四脚朝天。
对不起。慢着！要走可以，得要我高兴。我问你，豆腐怎么做的？做豆腐真辛苦，半夜起来磨，半夜起来磨，磨完还要煮，再加些石膏才成好豆腐。我问你，豆腐都能做什么菜啊？说，红烧豆腐、麻婆豆腐、臭豆腐、油豆腐、豆乳、豆腐干、香豆腐、凉拌豆腐。说，还有我这个猪脑拌豆腐。记性不错啊。滚！大哥，做这可真过瘾啊！哎，你们看嘛，你们看，虽然他们被你们打跑了，可是整个菜摊都变成破破烂烂的。以后叫我们怎么做生意吗？大哥，我们可以辛苦一点，多做一点豆腐，赚点钱。来整理这个市场啊！哎呀，你们做豆腐能赚多少的钱嘛？对，我们现在有功夫了，我们不用做豆腐，我们可以做剑客来赚钱。对，小妞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会赚很多很多钱，送给你来建一个新的市场。四位护送貌美娇弱之美女名赴华山，征剑客以黄金万两为酬，擂台比武强者属之，城东万家祠堂比武场。把我们捏死了！停啊！停啊！还有哪位英雄肯上台赐教？雷某人跟我两个兄弟在此候教。我们上去。不。大哥，我看我们还是回家卖豆腐去吧。Ah!
英雄，请。哦，不不不，我是被狗追上来的，你不要误会啊。英雄真会说笑，请吧。上你胳膊。哎呀，吓跑了。哪位英雄请赐教？我们不是英雄，我们是卖豆腐的。英雄不必客气，请。打！打！打！开始啊！开始啊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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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嗯，是啊。可是我们已经下不了台了。要加油啊！第一招。跪下来。大哥，他们不过来，我们打不到是吧？那我们就过去吧。第二招。小心点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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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是看你趴下来，我们才跟着趴下来。我是被拽下来的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大哥，我们在干什么？做剑客啊？不不不不，我要回去卖豆腐。不，等等。要记，要重建我们的新市场，我们要打下去。第四招，大哥，我最不喜欢这一招了。我也是啊。小心！八面威风！方壮士，这是一万两金票，请插手。万壮壮，你要我们保护的那个美女在什么地方？她是我的女儿，马上就出来和三位见面。不过有件事我要先说明白，我要你们保护的不是她的生命，而是你叫什么？他花一万两黄金，就是为了保护他女儿的贞操啊！不错，万一保不了他的命，也请将他清白的尸体送到华山碧华山庄，那张金票就兑现了。庄主。大小姐来了。小姐请。
快见过三位壮士，他们就是保护你的剑客。小女子万咪咪，见过三位英雄。这是我的丫鬟，她叫菲菲，我姓欧阳。欧阳菲菲。壮士，小女就托付给你们了。是。要有劳三位英雄。多照顾了啊！哎，你叫我啊？是啊。哼，我请问你啊，你们家小姐是不是有这个？没有，我们小姐没有什么毛病。哦，就是啊，她从小就喜欢男人，所以啊，我们庄主就管得她很严呢。嗯嗯，有人说啊，说什么？有人说啊。啊。完了，完了！怪不得万庄主要我们保护他女儿的贞操。大哥，要保护一个花痴的贞操，不是比猫不吃鱼、狗不吃屎还难吗？你不要难，难！我们要难到底。上路。他们已经出发了。一切照计划行事，不能让他们到达华山。是。新出了三位英雄，三剑客。Thank you.
好狗不挡路。我不是狗，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啊！哎！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带你走啊？不知道。哎，是不是你爹跟人家有过节？怎么会呢？我爹是远近知名的万善人呐。嗯。哎，那一定是你。我？人家是个大闺女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，怎么会跟他们有过节呢？对呀、啊，她一个大闺女，怎么会跟人家有过节呢？那到底为了什么？
这个也许是为了、都知道，这完全因为他是一个花，所以，现在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，四面楚歌，草木皆兵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到外面去防守，我在这里陪他。你们三位在这儿。陪我好了。我也不可以这样，来来，走，不要忘了，我们拿人家钱就是要保护他的清白。可是大哥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我也不好受。我也是。男人都会动心的，可是我们不是普通男人，对，我们是英雄，可是英雄，对，难过美人关的，让我们来过关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有坏人来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是蚊子咬了我们一口。蚊子？我这儿就没有蚊子。这儿的蚊子都是母的，专咬我们臭男人呢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，出来了。哎，请各位让一让让一让。哎，让一让让一让啊，下来了。哎，让一让让一让，快车来了。小心，来一下。拉车都不会了，笨像驴一样。我是大夫哥笨蛋。哎，小姐，你下车。是啊。小姐呢？早就下来了。小姐，你下车下得真快啊！小姐，小姐。我们请。去把马车停好。我老是当马。姑娘尊姓大名？我叫万咪咪。我们想跟姑娘做个朋友。啊。弟
拿过来。大概你们还不知道，我们就是保护万宁小姐的剑客。瞧你们这副德行，也配称作剑客？哎，德行，我们德行哪点比你们差？过来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嘴巴是嘴巴。我看你们还是趁早给我滚。行，要我们滚可以，只要你们武功比我们高，别说要我们滚，就是要我们脑袋都可以。你的脑袋能值几两银子？怎么，你想买我们脑袋啊？不错，不过我还有一句话要补充，像你们这种猪脑袋一文钱也不值。你穿黑衣服的叫黑虎，这位穿白衣服的英雄一定叫白虎。不错，白虎这里不应该长毛。啊！留下名来，铁娃。啊，蓝山侠女，还算你狗眼有智。来，太不来，太不来，太不来，太来，太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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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万小姐，我跟你讲，人呢？金大侠，对不起，我们还得赶紧赶路呢。再见。多谢女侠拔刀相助。走吧。哎，人家还没吃东西呢，我不要回去忙。金天坤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你少打万咪咪的主意。铁娃，你是羡慕呢还是妒忌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快快，我东西还没吃呢又要走了。哎呀，你懂什么，我们不能够让万小姐有接近男人的机会啊。哦，快快快快点。万小姐，你坦白告诉我们，你到华山到底是去做什么？成亲呢。大哥，你不觉得事情有点奇怪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一路上都有人找我们麻烦呢？为什么万庄主只要我们保护万小姐的贞洁？还有，每次都是金大侠出来救我们。大哥，小弟在黄居镇实在待不下去。大哥，您得替我们出这口气啊！哼，没想到你们居然会栽在三个卖豆腐的手中了。哎，不要紧，我奉命在这里杀一个人，等我办完了，我会替你们报仇的。谢谢大哥。谢谢大哥。我要杀的人来了。大
哥，这一定是个鬼阵呢、啊。咱们还是快点赶路吧，要不然被乌龟野鬼抓去了，那才划不来呢。你能不能不说话？啊、嗯？哦，嗯，原来是他们。大哥，他们就是那三个卖豆腐的。你没有看错吧？嗯，他们就是烧成灰，我也认得出来。好，一举两得，你们放心。我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此地的。谢谢大哥。张哥，白小鬼。哎，到哪儿去？这个地方看来还不错。嗯，啊，不不不，二弟啊，他就是胆小如鼠啊。还是赶快离开这鬼地方吧。哎，对，哎，万小姐，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大毛，哎，再见。大宝！哦，原来是你们两个！哎，不要得意，今天非宰了你们不可！你们没有资格跟我说话，站到一边去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胆敢跟我们三剑客作对？嗨，大概你是不想活了吧？哎，哎，哎，第五招，来！大侠，哎，
是，哎，大哥，嗯，他就是铁娃嘛。哦，铁娃，才不是铁娃呢，是青蛙。我的朋友啊，都叫我小青蛙。青蛙吗？让开！哎，哎，过来。青蛙姑娘，谢你拔刀相助。不用谢了啦。哎，你们还不快走啊？当心他又勾引你们的外小姐喽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先走一步。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啊，不见，不见，不见。对不起了，又让你失去一次接近万咪咪的机会。这次碰到你是青蛙，下一次该是癞蛤蟆了。掌柜的，我们两间上房啊。你们四位只要两间，怎么谁啊？啊，好，我跟他一间，他跟他一间，然后他再跟他一间，我跟他一间。对了，他跟你，不，他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必须要保护他，所以呢，上半夜啊是他跟他一间，我跟他一间，中半夜呢，是他跟他一间，我跟他一间。下半夜呢，是他跟他一间，我跟他一间。这样子啊，结果一共是两间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你们三位啊，都是他的丈夫。不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这个上半夜呢是他跟他一间，我跟他一间。中半夜是他跟我一间，我跟他一间。我开两个房间给你就是了啊，小伙子。给客官拿行李，给客官上楼。好的。开两个房间。好好好。来。哎呦。小姐请。谢谢啊。哎呀！
hit him.哎，这个女人真可怕，三个丈夫了，还在到处掉棒子。哎，小姐，请。万姑娘，哎，小二，快带路！哎，是是是，哎，小姐，请。走。哎，你们是这些啊？哎，请。哎，又碰到这个风流种了。二宝。你是上半夜，保重。啊，伙计，哎，今晚二金，过来一下。比较温暖。来了来了，叫叫叫叫什么叫？
不要呆站在那儿，轮到你了，来嘛，来。你怎么都不理我了嘛？活见鬼了，活见鬼，活见鬼。你们忘了什么？什么也没忘啊。把他给忘了。小心啊，抓稳了。
1万两黄金可以兑现了。嗯，对，我们可以回家盖一个新的大市场了。嗯，哎，万小姐，你也该高兴啊，你可以到华山成亲去了。你们高兴得太早了，说不定我们还上不了华山。这为什么？因为我在这里。他是青蛙。哎，是铁娃。哎，对，铁娃。也不是，江湖上的人们都叫我焦蛙。焦蛙啊，不管你是什么蛙，这一路上给我们不少的帮助，也算是我们的朋友啊。哼，哎，我这个人从来就不交朋友。而且不准你们带他上华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次我要杀了你。快点，快点。想不到你不但会武功，还是个高手。我不是高手，而是你太大意了。你上得了华山，我也不会让你得到九龙令。万小姐，你会功夫啊？你的华山是装的？是的。那你到华山去成亲，也是假的喽？成亲是真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为的是我爹，他想得到九龙令。九龙令是江湖人物梦寐以求的一面信物，任何人得到它，就可以命九大门派替他做任何事情。它是个无价之宝，嫁给碧华山庄庄主，就等于是嫁给九龙令。我不赞成这种买卖式的亲事，何况拥有九龙令的人一定是个霸道江湖的人物。哦，所以你才装花痴啊。父命难违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对，鲜花怎么可以插在牛粪上？哎，没问题，我有办法。欢迎万小姐及三位大侠光临碧华山庄，我这就去请我们庄主，请四位稍候。多谢马总管。
到外面去等他吧。 一路上阴魂不散，又跟我们到这儿来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要保护万小姐，因为她是我的新娘子。啊，你，万小姐，不能跟庄主动手。庄主？是的，她才是我们的庄主。 是庄主人，师兄，赶走他们。你们是师兄妹。师妹是个千面娇娃。哼，
可是他不学好，为了想当碧华山庄的夫人，一路上不择手段想把你除掉。其实他真正的目的，呵呵，是要我的九龙令。碧华山庄不许你在这里撒野！他们功夫这么好，我要好好练。练你的大头鬼！我只希望早点离开这里，回去卖豆腐。那你为什么要假扮花痴？走！启禀庄主，这两个家伙在庄外鬼鬼祟祟。不，我们是来找方家三剑客施功夫的。是。什么？你要跟我们学功夫啊？大哥，我看他比我们还迷坏。哎，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学做豆腐吧。哎，做豆腐真辛苦，半夜起来磨，磨完还要煮，加上些石膏。才成好豆腐，做豆腐真辛苦，半夜起来磨，磨完还要煮，加上些石膏，才成好豆腐。